需要人搀扶，走路一跛一跛。许秀兰罹患脑瘤，影响行走，但做环保的动力没停过。去环保站做环保，右脚不行，就用左脚。身体安尼紧的，家己去做。阿公妈妈刚刚讲我讲做这种代志吼，让伊感觉上贴近上人的发。身体安尼，做这安尼会，迄落会吃烂无？我。会不方便无？做该就欢喜。原本娟秀的脸庞也因为手术关系逐渐变形，她的人生还一度低潮。我看了一阵子的大耳台，因为大耳台里面都是在说爱，都是在爱人家，所以我就，我心理上就起了真正的爱。许秀兰把这份爱感染了因为婚姻破裂的谢春梅。让他重拾失落已久的笑容。我以前是真正做袂笑的人，拢一直予人嫌嘛，就是袂晓笑，唔知影安怎笑生做安怎。啊，甲做打住入住坐了后吼，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笑是遮尔好用。两人一起做环保，还一同见习培训。春梅的转变也影响在扇门外徘徊许久的堂妹孔美碧。啊，是我足早就要出来做啊，但是我找无人甲我熟啊，所以我听到伊咧做，我当家主动当找伊啊，爱就介欢喜心就找我出啊，快做环保啊。爱的力量串起了这三人紧密环扣，他们要继续播下爱的种子，让美善不断循环开花结果。大爱新闻真相美志工张慈琳、谢延辉、潘明元，屏东报道。